中华武术源远流长，距今已有上千年的历史。太极拳诞生在明末清初河南温县陈家沟。陈家沟陈氏第九世陈王庭，依据《易经太极之理》，结合众家武术之长，融入道家导引吐纳之术，会通中医经络学说，糅合而成。从太极拳诞生至今， 在社会上流传较为广泛的有陈、杨、吴、武、孙等几大流派。陈氏太极拳在陈家沟一直流传到现在。陈氏太极拳是世上最古老、最有原始的太极拳拳种。在 陈家沟的太极拳种类当中有新架、老架、小架之分，并且有刀枪棍剑戟等等器械，并且在陈王庭创拳的时候独创了一套既 不伤人，又不为场地所限制的一种独特的双人徒手对练形式——太极推手。太极推手运动发展到现在，国家等有关部门也把这个太极推手独立立项为一个竞技项目。 太极拳、太极剑也走上了亚运会和世界大型的各类武术这个运动会。从改革开放至今，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人们的 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对健身的需求量越来越大。太极拳也迎来了发展的春天。据不完全统计，在全世界有150多个国家，3个多亿的人在习练太极拳。2006年，被国务院 定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现在正在积极申办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太极拳，它的这个特性决定了它能够在武林当中独树一帜，被人们誉为 武术当中的武术百花园当中的一只奇葩。太极拳具备的三大功能，更是被世人所接受。它的第一个功能就是武术的特性，技击。所有的武术都离不开技击，太极拳也是如此。太极拳既然是拳，就是武术， 就有积极。第二个特性就是它的健身养生。健身和养生是两个概念。太极拳通过它的独有的锻炼方式，对人体起到不可估量的锻炼作用。通过太极拳的习练方式和 中国传统的养生术结合起来，能够达到养生的效果。
第三个方面, 太极拳, 透过它深邃的文化内涵, 对自身的身心锻炼, 对身体和心理的这种磨练, 也是它的一大功能。 另外, 太极拳, 无论是 这个个人的还是团体的，无论是人多人少，都可以作为一种表演项目。无论有没有音乐、灯光这种设备，都能够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太极拳的功能非常的多，真正的意义在于习练之中。 所以，请各国、各种肤色、各种这个地方的朋友们，欢迎你们到陈家沟，到太极拳的发源地来学习、参观和这个交流。 拳师太极拳，老架一路。第一个动作，预备式。预备式的第一个动作，左脚轻轻抬起，松右胯，左脚跟、脚心、脚尖依次离开地面，膝盖垂直向上。 大腿抬平，目视前方。第二个动作，左脚向左侧横跨半步，脚尖先落地，然后是脚心、脚跟。这个时候，两脚的距离与肩同宽，目视前方，头要自然放正。 虚灵顶劲，含胸塌腰，松肩坠肘，两手垂立，屈膝松胯，五指抓地。第二个动作，起势，双手从两侧缓缓地抬起来。 掌心朝下，手指朝前，两手臂的距离与肩同宽，慢慢抬起，抬到与肩同高的时候，做第二个动作，双手回收，下按，身体跟着慢慢下蹲，双手按在。 脚腹的前面，这个时候，膝盖不能超过脚尖，目视前方，不能低头看时。好，这是两个动作，啊，这是两，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两招，一个预备式。 一个起势，好，再来一次，从立正姿势开始。预备式，一，左脚轻轻提起，二，向左侧跨步，脚尖先落地。 注意两脚的距离与肩同宽，平视前方，起势，两手缓缓地向上抬起。第二个动作，向回收。
向下按。 目视前方， 两手按在小腹的前面， 在小腹的前面， 膝盖打开， 不能这样跪着， 打开。 好， 好，起， 再来一次啊， 准备， 预备式， 接下来我们学习第三招金刚倒对。第一个动作，两手松下来，在身体前面画一个平原，然后左手向上捧，右手推出去，双手推向身体的左前方，眼看左手，重心在右腿，重心在右腿。 第二个动作，右手抬起来，向外旋转，左脚尖轻轻一勾，转腰，转体，注意，肩要松下来，要松肩，两手放平，目视前方，右脚，脚尖离开地面。 重心在左腿，两个手指都朝左侧，掌心朝前，一个拇指向上，一个拇指向下。OK， 非常好，好，来放松一下，放松一下，来再来一次啊，从起势开始，金刚倒对，一。 两手画一个平原，向左前方抬起来。二，右手抬起来，两手向外画圆，勾脚尖，转体，放松。好，再来一次啊！ 金刚倒对，一、二，到这以后，第三个动作，两手松下来，手指向上，然后。 重心，把双手推出去，注意不要往前趴啊，要站正。第四个动作，左脚提起来，向左前方开步。开步之后，注意重心在右腿，松胯，看前方。 不能这样，啊，好，再来一次啊，三，推出去。 开步的时候，双手向后推，眼看前方。好，重心在后面。再来一次啊。嗯。
三四第五个动作眼先看双手然后下捋移重心分手这个时候左手的掌心对着胸口右手放在右腿的上方六两个手先微微打开注意摆脚尖上步搭手左手要搭在右肘的肘弯用手腕哎对对对虚的啊重心在左腿对两脚与肩同宽不是这样与肩同宽松开啊屈膝屈膝对好再来一次啊还从这儿开始啊来三四第七个动作右手握拳经过你的面前然后把左手掌心向上放在小腹前面把右拳落在左掌心里面好再来一次啊七右手握拳左手向下掌心向上把右拳放在左掌心里面第八个动作身法不变啊，不能突然抬高右拳右腿同时提起来第九个动作右拳右腿同时落下去震脚震完脚以后重心依然在左腿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依然在左腿好再来一次啊七八九好来大家往后退一步来从头给我来一次啊预备预备式一抬左腿二开步起势一抬手与肩同宽二下蹲下按金刚倒对一先画一个平原向左前方推出来二抬手外旋勾脚尖转体三放松推出去四提左腿开步五下捋双手分开六先打开摆脚尖上步搭手
七握拳下沉，八提腿，九震脚。